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where I share my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Dr. Tan's balanced method acupuncture. Through my channel, I aim to help you to enhance your skills and deepe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lanced method. Hi, I am Dr. Eileen Yu Ling Han, licensed acupuncturist with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Please check out my website, theacademyofacupuncture.com, and the description down below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online courses and take the first step becoming a much effective and knowledgeable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 Please enjoy my videos. Thank you. 来，请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扎完针以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昨天几点钟睡觉的？11点钟。11点呢、啊？好吧，可以了。好了，大概60%。60%而已啊。那如果10点钟睡，就80%好了。哦，没关系。好，现在症状在哪里？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然后鼻子有点塞。鼻子有一点点塞，还是在这个 UB 这里是吧？对。哎，正好了，它这个旁，这个叫站足对吧？嗯。我们要不要用鱼际还是用少商？既然他昨天晚上这么晚睡觉，你看你们都笑，可以同侧还是对侧？系统二怎么样？同侧还对侧？同侧比较好对吧？但是两侧都可以。那你是右手写字还是左手写字？右手。好，那我们用他的左手扎好不好？要不要？好残忍啊你们，你不要给他扎头吗？你说你看过了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扎手，你可以忍耐吗？可以。好，来，手放下来啊，老师给你擦一下 alcohol。 是是，应该有什么？43针。三针，你看他们，你是不是应该买一点什么咖啡鸳鸯给他们喝啊？他们这么对你这么残忍呢、啊？啊，快点好啊！好，那我就快点给你好，好不好？好，来，给你扎这里哈，鱼际这里给你扎哈。这不是鱼际的，这是那个眉棱骨的地方。好，看看这眉棱骨好一点没有？通了。通啦。通。通了，不是痛。哎呀，通了。好，现在还有哪里？其他的地方还有，这肩胛骨。肩胛骨这里，三焦这里呢？两边是这里。对。那我们就把肺经继续扎下去吗？好不好？你看，哎呦，他已经选了要扎哪里，你看多好，这样子的学生真好。Good job, I like it。好，来。就是这个地方哈，这边不是肺经走的路，肺经不是应该在这里吗？可是因为你做那个全息的关系，我们就在用影像。好，肩膀动一下。左边舒服。左边。这边舒服。对，我跟你说，同侧效果会比较快哈。来，继续啊。还有哪里呢？继续啊，我通常是扎三针，因为区域很大。好，效果怎么样？右边还有一点点。右边还有一点点，这里是不是？在那个肩胛骨外的内缘，靠近膀胱经哦。但是呢，很可能是小肠经，因为在肩胛骨上，这里吗？这里。对。OK， 那还是在膀胱经上面哈、哦。来，我给你往那边一点。好，来试试看。不满意，还有一点。好，那既然已经做了这么久，因为这个没有骨头哦，因为它这个痛是在骨的边缘上面，我们就用头好了，好不好？我们直接把这边扎上去，这个扎上去啊。这个是耳朵，前面是手膀子、手臂，然后呢，中间在这里对吧？眼睛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肩颈是不是肩颈下面那个地方痛不痛？痛。因为胆经的话，可以三焦可以被胆经来治疗，是系统一对吧？然后这个要碰在骨头上面，往上面来一点，对，谢谢。好，现在怎么样？
松了吗？冒有点冒汗。冒汗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昏倒哈。没有没有，这里。哦，冒。你是冷气吹的呢？应该有。好，现在动一下，看看怎么样。轻松。轻松了。OK， 好，那就这一针就把这边这个，因为它的筋膜跟骨头的质地比较相近哦。那这边的话呢，就用比较多 muscle 肌肉，所以这边扎得很好。但这边的因为是有骨头的关系，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头皮针，因为有骨头，好不好？谢谢。